洪啸天，现年53岁，目前是恒生集团跟永发投资公司董事。洪啸天被控于1989年4月与在逃人士串谋诈骗新加坡恒丰集团5亿美元。他表面上是正当商人，但是我们怀疑他过去20年间跟多宗罪案有关。这次引渡回来做污点证人的猪猪，表面上是洪啸天的私人助理，其实是他的情妇。他手上有洪啸天过去的犯罪证据，我们这次很有机会把这个集团一网打尽。大家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吗？明白。大声点行不行啊？温哥华考大学？哎，大学管我个屁事啊！我是问那个女的，她死了没有？什么？你连餐厅都炸掉了？哎，那太好了！老板，那女的回来了。她不在餐厅，我知道。人都回到香港了，王八蛋！他妈！哼！臭不要子，几百块钱薪水打字员，我看得起你，升你做我女秘书，还让你进董事局，把所有账都交给你管，又说移民要去加拿大，我还拿钱给你开餐厅，到现在让廉政公署收买了回来，来指证我做污点证人。我收手10年了，我做了10年的好人了，做好人有什么用啊？妈的，这个臭不要子！怎么？你们以为穿西装打领带就是好人了吗？猪猪这个臭婊子，现在要回香港来指证我们了。我就说这臭婊子，我可麻烦了。现在的饭口，哎呀，这回可麻烦了。丹尼斯，如果明天那个臭婊子出庭做证人的话，你有办法搞定他吗？I'll try. Try, try 你个头啊！他妈的想搞垮我！要是这个臭婊子有命出庭的话，我就不叫洪啸天。
班，这件案子要押后下个月再审，同时担保已经搞定。多余。老板，电话。喂。什么？雌雄杀手，这么多人都干不掉他，简直是饭桶，都去死好了。小姐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你以为就是你有事吗？我们差点陪你一起炸死。切，你们是政府公务员应该的，又有退休金、房屋津贴、免费医疗，怕什么？要不是我们呢，你早已经炸成灰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是谁占了便宜还卖乖啊？锦司，是他了。对了，你是这里主管，我来问你，我回香港是为谁伸张正义的？哼，现在还没上法庭就有人想炸死我，你们怎么做警察的？哎，我也知道很危险，不过幸亏你没事啊。对了，朱小姐，在香港你还有没有仇人呢？你居然来问我，笨蛋，这次回来要我对付什么人呢？你不问龙啸天，来问我啊？你怀疑是龙啸天干的？不是怀疑，简直就是他。龙啸天，你这个混蛋，我要对付他，我要立刻出庭，我一定要指证他。哎，朱小姐，你冷静点，现在法庭延期，你先休息吧。我没事了，随时可以出庭。哇，这么多 UZ MP5 MP5K M11 全都是新式枪械，简直就是战火屠城。还有啊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法庭等你们，怎么解释？锦司，你都看见了，他们用的枪械又新式又棒，我们已经拼了老命了。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身上只有这只小炮，少点经验都回不来啊。所有的警察都是用这种炮的了，我当了20年警察，还不是用这种小炮？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什么都不管，只是想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枪，多派点人出去查查。Understand？ 是，锦司。麻烦。军火库，我是特别行动组陈景司，给我拿两支最新的 45。阿炳，那批枪查到是什么人经手的？还没有啊，不过我知道那批枪是从泰国运来的，可能跟军火华有关系。军火华到哪儿去找他？哎，我找到他通知你好了。喏，这些钱先拿去用吧。哎，谢谢啊。阿斌，那笔账到期了，该还了。陈哥，我先给点利息好了。这么少利息也不够啊！哎，你先跑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你好！救命啊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嘿，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呀！臭丫头，找死啊！嘿，跳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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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在我身上吧，再见。怎么样啊，三剑侠，黑寡妇的事怎么样了？有我们三剑侠，有什么搞不定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棒啊！我是小戴。喂，是我。怎么啊，老婆？什么事啊？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哎呦，我缠绵，真是缠绵啊！是不是你的同事啊？三剑侠喽，别理他们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怎么样？今天晚上8点，老地方见。好啊。见面再说，拜拜。左思思，右想想，回家领个怕老婆奖。走吧。
小子怕老婆，真没今天晚上没他份儿，没用。干嘛踢我？你不觉得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吗？我去孵鸡。少带我。哎，又要走啊？别这样嘛，总不有事啊。哎，算了，谁叫我娶个女警官做老婆呢？那你是不是后悔呀？是啊，小姐，我是后悔叫这么多菜呀。吃不完嘛，让他去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这么多怎么吃啊？还是打包吧。伙计，对不起。伙计，麻烦你替我打。买单，谢谢。好的。别动，警察。什么事啊，师姐？我怀疑你有违禁品。师姐，我做警察的时候，你还没有毕业呢。你要有什么怀疑，只管打开来看看好了。老爸，怎么又是手表啊？每次都是这样送给你，你可没有说过不要啊。你每次出门回来都是送我手表，家里摆不下了。你可不能怪我啊，要怪怪你住的房子小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搬过来跟老爸住好不好啊？我才不干呢，我一搬回家里住，你就不让我当警察，我不当警察你叫我嫁人。不要说这个了。老爸，我替你接风啊。累了，改天吧。你好累啊，那我们另外再约，拜拜。哎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开车。要不要换你吗？谢谢，我自己也会换，不过没后备轮胎。我要那个臭婊子不能上法庭，不是暂时不能上，是这一辈子都不能上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明白就再问嘛。明白。你们明白？真的明白？现在我要他玩，不是要他伤，你们懂不懂啊？都懂。真的懂。哎呀啊，这就叫他伤。你们现在懂了吗？懂。想不想知道什么叫玩吗？不想。去歇两个月吧。啊，老二，刚下飞机呀。 是啊。来，到里边来聊啊。啊，加拿大很冷吧？是啊。啊，老大，我……哎，行了，我们那么多人都干不掉他，何况你一个人呢？还去了那么远的地方。我明白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我们喝。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？就当老大替你接风好了，喝。谢谢老大。来啊。
啊，香港的夜景真漂亮。老二，还记不记得当年九龙仓就是现在的海港城？我们同生共死，你是白道，我是黑道，百花齐放，大家合作打西环，谁不认识我们黑白双雄啊？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今非昔比了。我们现在有身份有地位了。有身份有地位。当年你杀死老外那笔账，他们还没有给你算呢，老二。他们警方太狠了，想赶尽杀绝，拿我骗新加坡那些商家的事，找个臭婊子猪猪回来指证我。笑话，那些商家的几亿美金小意思，我有的是，就怕那个臭婊子发神经，把我们以前的事都给捅出来。要不是账簿在他的手里，我早就把他干掉了。反正已经错了，不要再提了。Lisa 好吗？好。小时候我见过她，一转眼十几年了。现在长得好高了。听说也在做你的老本行，当警官呢。是啊，老唐。猪猪的事怎么处理？反正麻烦。有他在一天，我们舒服不了。我可以搞定他，你放心。你有把握吗？我有把握。果然有一套。老二，宝刀未老啊。小姐，你说大部的？不是啊，谁说的？那你叫我送你去大部？我随便说说而已。随便说？你还不是随便说？你刚才告诉我，你是住在铜锣湾的，铜锣湾跟大部顺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到哪儿去啊？在这里听吧。对不起，浪费你时间了。不要紧，拜拜。拜拜。想不到会遇上个午夜丽人，差点让他给迷住了。连鞋都忘了，那是故意让我回去找他了。你到底在动什么脑筋？还想出什么花样？你喜欢我出什么花样啊？啊！你变态啊！我不玩了。上了床就得玩，你找别人玩吧。来不及了！啊！全部记下来。好。
朱朱小姐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暂时没想到，想到之后再告诉你。只要伺候的本小姐舒服呢，我就把真相报出来。你要的东西我会尽快安排的。再见。哇，劳动陈警官亲自出马，那女人真麻烦。不是那女人麻烦，是我麻烦。那你麻烦了。嗯。密斯佛陀 ，Christian Dior 香水，大安分36号 B。哇，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买这么多高级货，他来香港做游客啊？哼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上头有命令下来，要什么都要给他。哎，有机会整整他，那还用说？上完庭以后，你们爱怎么整他都行。不过现在千万别得罪他。对了，那些全部都是女人东西，你们替我去办吧。军火案有消息来了，对不起，警司，我们去办案了，我们先走了，走。老大，是不是今天杀军火案？当然了，他知道我那么多秘密，不干掉他怎么行啊？喂，排骨才给你的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放心吧，那个人从来没有骗过我的。王八蛋，我军火案地盘也敢来？有枪声啊，好像不对啊，走。喂，班长，开快点！哎呦，你笑！周围环境，随时准备行动。Over。收到了 ，Over。收到了 ，Over。警察来了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是。班长，别走啊！站住！别走啊！站住！站住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别过来，过来我打死他。老兄，我是抓小贩的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对不起啊。打死他你自己也跑不掉的。我打死他跑不跑掉我不管，不过你一定背黑锅。师姐啊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你要顾着我呀，我们大家都是公务员呐。老兄啊，你别那么紧张啊，一紧张啊你的手就不受控制，一不受控制你的枪就会走火呢。你闭嘴，走，停下。去什么地方啊？进去！哎呦，开车！啊！哇，你不做司机也能做女警啊？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，我们秤不离砣。哇，原来你真的是女警啊！我早就猜到了，你真棒啊！哼，这家伙嘴真硬啊，死也说要报仇。哼，军火化那么没义气。我认为这种人啊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哎，那要是我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替你打包了。你以为你很值钱啊？嗨，你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啊！两位小姐，那么巧啊？是啊。喂，这么快来找你，
大哥想追求你吧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小曼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找老公吗？先走了。警官，谢谢你救命之恩，能不能赏个脸？今天晚上跟我吃顿晚饭啊？好。哦。喂，小戴啊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好做的？当然在睡觉了。我想玩啊。你别再烦我了，我不玩了。谁呀？是不是找我的？不是，是我公司的客人。不能玩了，现在的股市不稳定。明天回去公司，我拿到消息再通知你好了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叫我们陪他钓鱼，钓了一个多钟头，一条都没钓到啊！学人家拿着鱼竿装模作样，他哪里会钓鱼啊？钓凯子差不多，也不知道要我们伺候他多久啊！我看从这边走才对呀、啊，我说从那边去才对。那有两个女的，过去问问他们。好啊，我去问问他们。啊，小姐，想问问龙虎滩怎么去啊？啊，有这一直向左就是了。一直向左啊！哦，谢谢啊！你这一直去啊！这边走了。嗯，我早就说是这个。哇，原来这么多人喜欢钓鱼啊！是啊，我就没这个耐心。喂，你们漏了东西了。去哪儿？松原吧，一点见。好啊，今天先说好，你不能吃了一半又要走啊，我会生气的。行了，皇上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是小戴。喂，小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想跟你玩啊。跟我玩？我现在看见你就害怕。我今天想见你，一起吃饭好吗？你不是装作不明白吧？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你。老公啊，我连科技都关掉了，今天不会有人骚扰我们了。那好啊。麦风先生，请听二线电话。什么人呢？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？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啊。我去听听。喂，谁呀？喂，小戴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那还不容易，我们已经玩完了，你别再来烦我。 Game is over。 没那么容易，你跟我上床的时候怎么不说烦呢？我今天一定要见你。办不到。你不要挂断。不挂才怪呢。你挂了也没有用，
我今天一定要你来陪我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现在就去见你的太太。慢点。好吧，我6点钟来找你。这就对了，反正你也不希望我见你的太太，是不是？老公啊，怎么这么半天呢？那客人呢？哎，烦死了。做你这行是这样了，快吃吧，你看菜都凉了。哦，这顿先吃点味精，等晚上我再煮点好菜给你吃啊。不过今天晚上我要晚点回来。尽快了，结婚周年嘛。男人全都是占了便宜就想溜，我根本就没跟你做过什么，你变态的，你不要再来缠我，要是你让我老婆知道，你就惨了。是吗？原来他那么厉害。我好心才告诉你这件事，最好当没发生过，就这么算了。你只管走好了。我不走才怪呢。哼。哎呀，坐 F 座就是这间了。是啊。喂，你摁铃干什么？哦，通知你家里人说你回来了吗？门铃坏了，我是一个人住的嘛。你一个人住啊？进来吧。哦。来。哇。阿东啊，随便坐，不招呼你。行了，我会当自己家里一样的。冰箱有汽水，顺便替我拿一罐，谢谢啊。没问题。嗯嗯。嘣嘣嘣嘣嘣嘣，拿。嗯，谢谢。啊？怎么你买那么多表啊？不是我买的，是我爸送给我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不跟你爸一起住？你好爱管闲事哦。随口问问而已。为什么你不跟你爸一起住啊？烛光晚餐，你怎么不等天亮才回来？混蛋，对不起都不说，岂有此理。咦，怎么了？你被人绑票了？不是。你跟人打架吗？没有。嗯。喂，咖喱鸡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最喜欢咖喱鸡了。哦，在暗示我呀。喂，咖喱鸡面来了，下来吃了再修吧。哦。那啊，谢谢。平常这么晚还会不会有人来找你啊？你又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是怕有人摁铃会惦着我。快吃吧你！哦，不要脸！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啊！下流，下流！炸你煮的生面真是与众不同啊！有什么不同啊？我煮的没这么好吃啊！胡
胡说，我只会煮生梨面哦。哎，就是这样不同啊，熟能生巧，所以特别不同啊。嗯，啊，对了，时候不早了，门铃明天再修吧。不行，做人要有始有终，我做事最负责任的，修起来好快的。那好吧，随便你了。嗯。喂，明天吃什么早餐呢？你问问干什么？没有，随便问问嘛。慢慢修，可以修到天亮啊。喂，你真的修到天亮啊？好，再接两条电线就行了，很快的，很快的。为保安全，地盘必须聘用合资格的技工进行电器保养及维修，否则后果严重。使用适当的插头，不能贪方便，必须记住。找你的那么高帅爷来，你说有没有受伤？伤了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的腰。什么地方？腰啊。嗯。那你现在舒不舒服啊？好舒服啊。我让你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！咦，这么晚来有线报？开门再说了。进来。你的门铃怎么了？是不是坏了？正在修嘛。我今天晚上在你这里睡，行不行啊？行，绝对没问题。喂，喂，小戴啊，你老婆走了没有？你这臭婊子，贱女人！死三八，这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去死吧！真是气死我了。那是他不对了。我啊，绝对不会这样做哟。正经一点啊！哦，喂，啊，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件事是你不对呀。两夫妻的事情是很难解决的，我也很想帮你的忙。我知道不关我的事，我想你们好嘛。说句公道话，你的确是不应该这样做。娶了警官做老婆是前世修来的，还去泡妞，太过分了。找你的？我不听啊，让我来说。喂，哎呀，你搞什么鬼啊？说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等他气消了再说吧。照我看呐，约那个女的出来谈谈，看她是什么来头。胆子不小啊，敢泡女警官的老公。哼，不错，谈得拢就谈，谈不拢啊，就把她五马分尸，我来下手。亲爱的，小戴哥哥，你常到这儿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来过。他们怎么认识你的？不知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不知道谁开的玩笑。不用解释了，回家跟你算账。喂，老婆，他就在那边。是不是他？你为什么打我老公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公死了。你老公死了关我老公什么事啊？就是关你的事。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哼，你的记性太坏了。混蛋，谈判这么要紧的事也迟到。难道我看错了？回去干掉那女警，小心点，别让人知道。
我发誓要替丈夫报仇，所以才要搞死你老公，让你心疼，不然你怎么会上钩？这件事跟我老公没关系，你快把他放了。你们很恩爱啊，想不想看看我跟你老公的表演呢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。小姐心情不好，不奉陪。一分钟之后，下去向我老公忏悔吧。走。等死呢，铃木。老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还说废话！地上有玻璃啊，把玻璃踢给我。哦，用力踢呀！哎呀，这么低我怎么接得到啊？用点力呀！我提不上来给你，再提不上来给我，我们就死定了。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，快点啊，没时间了。
那个女的。那听着，多派几个人，找不到别回来，知道吗？喂，怎么样，老二？有好消息吗？啊，老大，老二啊，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吧？老大，我答应了你，一定能做到。啊，那就最好了，要不然我们的手下谁照顾呢？钱我龙啸天有的是，可是有什么用啊？还是摆不平那个臭婊子，他到法庭做证人没关系，就怕他把我们傻警察的案子给爆出来呀。老二，拿出黄牌来呀，起码不会有后顾之忧吗？老大，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。什么？还要考虑？等你考虑完了，我要自杀了。好，你慢慢考虑吧。如果到时候我自杀呀，你也不会比我好多少啊。保险，妈，交给他女儿。Yes, boss。说声对不起就算了，我真想揍你。这怎么这样呢？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这个人呢，我真要重新估计。说说而已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大方贤惠呢？我眼光不错。你又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这么久没看见你老爸？为什么你不跟他一起住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话这么多呢？啊，我不说了。曾小姐，啊，有人送花给你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玫瑰花，哎，成哥，送花来的是男还是女的？是男人，什么事啊？哼，真会哄人。男人，没事。喂，快点，电梯到了。哎，来了。我先去试衣服啊。嗯。什么人想跟我争丽莎呢？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继续试你的衣服吧。曾小姐笑纳。自由社会，公平竞争。公平？电视台选美还不是常常作弊呀、啊？麦冬，花插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麦冬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、啊？拆就拆喽。好，由上天决定，死而无怨。拆，不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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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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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我都说拆的啦，可以拆啦。麦冬。
好不好看啊？哦，好俏啊。什么俏啊？就是配我啊。哼，我以前不配你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一直很配我。你拿着信干什么？我是特地拿给你看的。我还以为是情信呢。见你老爸是件大事啊，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一声呢？见岳父大人一定要穿好点嘛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不跟老爸一起住啊？为什么你老爸会让你当警察的？为什么你？为什么你不把嘴闭上？哦。回来了，我爸呢？在楼上。替我招呼麦先生，他是大强叔，你们聊聊啊。哦，麦先生，哎，这边坐啊。哎，丽莎，这么好回来看老爸，是不是想通了搬回来啊？为什么？迪士老爸原来这么有钱的，哦，竹门对竹门，木门对木门，哎呀，我可配不上他。大强叔啊，迪士老爸做哪行的？这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不过不要再提了。我自己会有打算。打算？龙啸天做的坏事你都有份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没有可能的，没有可能的，没有可能的。你告诉我，说你没有，没有。我有。你可以做污点证人的。犯的什么案子？1970年，伯父林水堂谋杀警察的案子，是我跟龙小天一起做的。所以你要杀猪猪灭口？是的，我是凶手，你是警官，大家不同路，怎么能在一起呢？要么你就抓我。要么有你就别管我。我怎么可以不管你的？你是我老爸，我是你女儿啊。不是，你不是我的女儿，是我把你捡回来的，是我把你捡回来养的。是的，是你把我捡回来的，我的命也是你捡回来的，不止捡一次。没有你就没有我，就算不饿死也炸死了。别再说了，我是不是你亲生女儿根本没分别？不要再说，我的命都是你的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一件事，甚至可以帮你。不要再说了。我没有要你帮我，你走吧。
刚才那样就算见过你老爸了。你老爸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对了，你老爸做什么的？做你老爸？那不就是我岳父喽？哦、oh, ，very nice。跟我结婚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怎么不早点跟我商量啊？哎，你回答我行不行啊？开车。哦，不怕，我替你问他，等我好消息。说起来，结婚有很多事要准备了，那排期注册啦。订酒席啦，订婚纱啦，拍结婚照，印请帖啦，找个新房子啦。哦，还有要不要通知你老爸跟我老爸，大家出来谈一谈聘礼的事啊？停车！喂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哎，别踢啊，你会受伤的。走开！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跟你之间玩完了。我跟你没玩过啊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
不行。好了，黄老板，我们一向合作愉快，就这么说了，拜拜。哎，你不会拦着我，你不会进去。哎哎哎，你看，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？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表示不相信我了？我说过这件事我一定要替你搞定嘛，为什么要去找我女儿？为什么要去搞丽莎？老二，你的脾气我不知道吗？你会跟丽莎说，我是替你解决问题啊。哼，现在她什么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绝对不让她插手。老大，这件事我拼了老命也要替你搞定，不要拖她下水。你去拼命。你知道猪猪躲在哪儿吗？我要知道他躲在哪儿，我早就把他干掉了。我有那么多兄弟，还要麻烦你吗？而且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嘛，我是为了兄弟们呢。我不想大家临老去坐牢，包括你在内啊，曾世昌。既然你开不了口，那我帮你。我是成全你啊，好兄弟，谢谢你。Are you all right, boss? 把兄弟们都叫回来。Yes, boss. 晚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对不起。Thank you.
这样做也救不了我。不错，李夏，快走！不要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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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拜 ，baby， 慢点，留给我。Okay. 我还没跟他玩呢。跟你回去的，我要去找龙啸天，杀了他之后，我再去自首。我要去，我没得选择。我不会让你去送死的。丽莎，你这样做值不值得？有什么值不值得？你跟我不同，我一生出来就住楼梯底，被老鼠咬，跟狗抢饭吃，我有今天。是谁给我的？是他，是我老爸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。
你说，你告诉我。等我办完这件事之后，就去自首。你相信我，丽莎，丽莎。
杀我好了，杀死我宁愿没命。开枪啊！哼，有谁不怕死啊？我又。